单单，然后，很软，这个蛋蛋有6公分。香菜皮蛋猪血糕披萨刷新全球人类三观后，因为香菜价格暴涨，买不到 Mabel 联动香菜皮蛋猪血糕披萨大缺货，一度惹怒馆长陈志翰。A 千叶连锁餐饮集团旗下的 Sunny Queen 阳光皇后，今天7月10号开卖传说等级的哥布拉鸡睾丸鸡佛披萨。听过前正妹记者佩佩和 YouTuber 好友 Even 勇敢又善良的双叔抢先试吃喽！我们一起来开箱。啊！吓死人了！大，看一下，天哪，这超级无敌大！我看到图的时候，我以为是诈骗哎，这超级大的，我刚刚有用尺去量过。这个蛋蛋有6公分，那么厉害，因为它是美国火鸡的蛋蛋。一般台湾土鸡的蛋蛋平均 size 小于3公分，自古有滋阴养颜、壮阳之说。咋不夹个水当当，咋不夹个冰冰丢？好，这大了足足一倍的美国火鸡睾丸，千叶火锅官网也有零售哦。好的，再把镜头交回给 Even。好了，我来吃吃看了。你们看过这么大的鸡，这么大的鸡腿吗？在披萨上面，然后它总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总共有8块，超大块。我要来试试看。它有那个泰式的那个香味，然后配上这个羊蛋，然后。没错，这 juicy 到冰冰丢的鸡佛披萨是南部限定，目前只有在嘉义、高雄3间分店才买得到。不过这么佛的口味，有人喜欢，当然也有人不喜欢。佩佩就说，真要吃下去的那一刻，还是有点心理障碍，只敢咬小小一口。好的，最后来张断面秀特写。好棒！苹果新闻网淡淡哀伤报道。